刷下来是第二位参赛者张嘉璇，伊要代表伊妈妈带一首歌送予伊阿公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嘉璇，我阿公足厉害，伊甲我的妈妈还有三个阿姨带大汉，最近佫讲要甲我带大汉，我感觉伊比我的妈妈佫较辛苦。今仔我要弹琴给伊听，嘛多谢伊赞助我读音乐班。阿公，父亲节快乐！下学期的学费就靠你了。你要哭啊？是不是全全大了真好，你真感动？英娜大了真好，讲话阁真好听。做爸爸跟妈妈的吼，并不是讲唔盲讲，囡仔以后大汉成就外好。其实只要囡仔捌代志，做爸爸跟妈妈的都拢真安慰。全全真正是我的乖孙啊！你也做妈妈的吼，教了袂歹啊！你是你甲妈妈甲阮教了真好啊！也是因为安尼，所以伫咧生活当中拄着困难的时阵，阮才有法度这么坚强。叶大伯，难道发生这么多代志，可能早就失去面对问题的勇气啊？生活怕咱袂倒，刷落来，咱得愈来愈有信心。咱三代同堂，做伙加油，好，咱得三代同堂，好。
以后啊，来看家人啊，快难转化归啊！父亲节快乐！拜。